旅行者们，新年快乐！转眼又到了提瓦特一年一度的海灯节，在黎巴嫩人热火朝天操办节日庆典的同时，原生项目组也带着新内容为旅行者们筹备了这场特别节目。就请大家和我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A little get together between friends, sipping the finest tea and watching lanterns float into the sky,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past and embracing the present with joy. Liyue will be hosting a Lantern Rite music festival this year. As a musician myself, how could I possibly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come take a look? If we actually manage to make the Iridescence Core Lantern Rite Grand Concert a reality, you think I'll let anyone else perform the opening act? A Lantern Rite music festival? If the sound of music can flow like the rivers and streams, perhaps the souls of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us will hear the song of a new era. I wonder whether the melodies will be to their liking. You mean, what am I doing, Claire? I did a performance for everyone. You, Blake, you're up! Pain, pain, go away! From violating matters regarding human evolution to attempting the forbidden and fearing none, the six cardinal sins are the origin of all evil in this world. Filthy outsider! Your coming was foretold! It's like a nightmare that I can't recall. And the best guise is when you believe your own lies. Flicker.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on. Drown in endless waves of monsters. You will all pay for your ceaseless arrogance. Thank you.
每逢佳节，新老朋友齐聚一堂，举杯共庆，称得上是一件美事。那么今天接下来第一位出场的嘉宾是我们 IP 编剧老妖，老妖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啊，非常感谢大伟哥今天的邀请。旅行者们，海灯节快乐！能和屏幕前的旅行者们一起共度海灯节，实在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啊。是啊，那么在海灯节来临之际，一位出生于璃月的可爱小姑娘瑶瑶也将会在3.4版本中登场。老妖今天有没有关于瑶瑶的情报来分享给我们呢？哎，那肯定是有的。瑶瑶这个角色虽然年龄很小，但在生活方面却非常成熟老道，能将各项生活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时常加班的甘雨，还是对人间生活都不太熟悉的申鹤，都曾受到过瑶瑶的照顾。听着瑶瑶絮絮叨叨的关心，大家估计都会有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哦，既然瑶瑶和甘雨、申鹤都有来往，难道说她也跟仙人们有些缘分？不仅是有缘的程度，可以说缘分还不浅。瑶瑶自小常在山中玩耍，性情淳朴天然，见怪不怪，遇到仙人显圣也毫无惧色。像流云界风真君这些仙人都非常欣赏瑶瑶的这种个性，而歌尘浪士真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平姥姥，更是将瑶瑶收为了弟子。所以瑶瑶和她的师姐香菱一样，也都会使用长枪进行战斗。不过她的枪术也就是在绝云间这种卧虎藏龙的地方能够防防身的水平了。毕竟对于小小的瑶瑶来说啊，像这种又重又长的武器一看就很难用嘛。是啊，所以如果旅行者想派瑶瑶参与协助战斗的话，发挥她的恢复能力或许能让她更加游刃有余。在战斗中，瑶瑶还会派出自己的随身伙伴机关月桂。作为仙家机关的月桂会投掷出白玉萝卜，既可以攻击敌人，又能恢复队友的生命值。而当瑶瑶使用元素爆发的时候，将会释放出月桂的全部潜能，进入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瑶瑶的移速和草元素抗性都会得到提升。在瑶瑶冲刺、跳跃和奔跑时，还会和在场的月桂们一起不断向周围的敌人扔出白玉萝卜。和这么多月桂一起战斗啊，感觉画面也变得可爱了起来。是啊，瑶瑶的一个特点就是和各种小动物非常亲近。毕竟瑶瑶从小一直在山中和家里人隐居，对于自然山川也有一种更强烈的归属感。他喜欢对着动物和草木说话，在接近像鲸蝶这样的生物时也不会惊动他们。看来瑶瑶虽然很会照顾人，但行为上还是更偏孩子气。除了生活经验丰富，瑶瑶也的确是个心性纯真无邪的小姑娘。她虽然从师傅那里学会了很多大道理，但却没办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也经常会用错场合闹出一些笑话。不过成年人的生活毕竟对于瑶瑶还比较遥远，希望瑶瑶在此之前都可以一直保持她的天真善良，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照顾这位小姑娘。 The weather's so nice. Let's go have a walk around the harbor. Yeah! Don't be scared. Go get him, Uruguay. Book learning alone is not enough to cultivate intelligence. All those scholars in the academia are prime examples. Here you are. Scatter!3.4 版本上线的另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现任教令院书记官兼任代理贤者的艾尔海森。在此之前，他已经和旅行者联手拯救了神明，他的策划与执行力可能已经给旅行者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文弱的学术分子艾尔海森吗？虽然他一直在努力维持平静的生活方式，但像你所说的，艾尔海森作为拯救神明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出众的能力一旦为人所知，恐怕会在未来迎来更多的变化吧。哎，没错，就像大伟哥猜想的那样，他的传说任务天损之章讲的就是前任大贤者阿扎尔离开以后，
阿尔海森暂任代理贤者期间的故事。在须弥的风波结束，虚空系统关闭之后，教令院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而阿尔海森身为代理贤者，又是当前教令院中非常有智谋的角色，也将会面临新的考验。不过不论发生什么，阿尔海森的头脑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清醒，能从更宏观的视角找到病灶，最高效率的去解决问题。所以说相比于情绪，阿尔海森更喜欢用事实来说话，不过对于一般人而言，或许是显得稍微有些不近人情，不太容易理解他吧。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的，不过阿尔海森本人倒是对这种现状很满意，毕竟他对社交活动一直不怎么感兴趣嘛。阿尔海森平时的生活也十分规律，工作也是按点下班，绝不要指望在休息时间咨询他任何工作上的问题。这样一个非常自我充满个性的角色，却又保持着低调的作风，他显然是拥有一套独属于他的原则和观念的。哈哈哈哈，看起来啊，想要与艾尔海森打交道的话，最好斟酌一下沟通的方式呢。那不知道艾尔海森这样一个文官在战斗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哎，在战斗过程中，艾尔海森也会非常的注重效率，他将会借助灼光镜来攻击敌人。当他释放元素战技时，会在身边形成灼光镜，将自己的攻击转变为草元素伤害。在命中敌人时，灼光镜还会进行协同战斗。阿尔海森持有的灼光镜数量既会影响灼光镜的协同攻击伤害，也会改变他的元素爆发造成伤害的次数。因此掌握好战斗节奏，灵活利用灼光镜的力量，是阿尔海森战斗的关键。他也拥有多种手段来产生灼光镜。此外，阿尔海森合成武器突破素材时，也会有概率获得两倍的产出。两位新角色的情况我们也都初步了解了，我们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版本活动起源的具体安排吧，可能有不少旅行者已经等候多时了。好的，在 3.4 版本，阿尔海森与降魔大圣萧将会在第一期起源中出现，大家关心的瑶瑶也会出现在这两个活动起源中，并提升获取概率，而老朋友胡桃和叶兰则会在第二期分别获得概率 up。 新的五星单手剑彩叶翠光也将会在武器活动起源中出现，有关新武器的具体情报还请各位旅行者留意一下官方的后续公告。希望两位新伙伴的加入能够给大家的旅途带来更多更有趣的经历，有关他们的故事我们也盼望着各位旅行者能够早日来游戏中进行体验吧。感谢老妖。那么在给大家带来新伙伴的信息之后呢，还请大家休息片刻，接下来啊，我们还会有其他几位研发组的同学带给大家更多的内容，各位旅行者不要走开哦。多一口，喝一口，哎。
氛围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看上去二位已经等候多时了。那老规矩，还是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大伟哥好。旅行什么好？我是场景美术磊磊。我是关卡设计师千岛。哎，欢迎欢迎欢迎。那么今天两位同学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内容呢？在热闹的海灯节之余啊，我们开放世界团队也会在 3.4 版本中为各位旅行者们献上须弥的新区域千鹤沙地。是的，今天我俩也是带着整个开放世界团队的期待和压力，给大家带来全新区域的情报和设计构思。嘿，两位同学啊，不用紧张啊，我们还是从你们最熟悉的内容开始跟大家聊聊吧。哎，我很好奇啊，这次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呢？3.4 版本和 3.1 版本的新地区一样，属于须弥的沙漠部分，但带给旅行者的体验会有所不同。从前期设计来讲，除了基本的沙漠元素，美术还以龙卷风为锚点，让新地块整体呈现漩涡状来增强差异性。在设计新的沙漠场景时，我们围绕两个核心展开。第一个是紧张感，相比于南部沙漠，由于受到中心巨大龙卷风的影响，偶尔会刮起强烈的沙尘暴，同时能见度也会由于沙暴而变得更低。随着越来越靠近沙暴中心，沙暴感就会越强，旅行者也将会遇到更加恶劣的环境。当然，这种表现类似双刃剑，我们不仅要制造出沉浸感，更要考虑旅行者们的游戏体验，所以制作团队也在其中进行了不断的尝试和体感迭代，最终呈现出这片全新的区域。另外，在某些地带还会遇到蛰伏在黄沙之下的掠食者沙虫，在沙虫的活跃范围内探索时，旅行者需要时刻小心。沙虫依据声音与大地的震动寻找猎物的踪迹，是沙漠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操纵着风元素力，可以进入浮游状态，排出风石弹攻击猎物。而栖身沙漠的圣骸兽也同样深藏着强大的力量。除了魔兽，人类敌人也是沙漠中潜藏的威胁。镀金旅团的新成员赤沙叙事人和夜轮舞者的加入，可能也会给旅行者们制造一些麻烦。设计的第二个核心是历史，我们希望通过世界任务的设计，向旅行者们传递更多关于这片区域的历史故事。这里的沙漠原先也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随着龙卷带来的地质变迁，原先埋藏在地底的景观也得以重见天日，比如镶嵌在崖壁上巨大的遗迹群，充满荆棘、巨藤、尖锐山石形成的洞穴等。在大型裂谷的底部，旅行者还可以发现不少古绿洲的痕迹，而存在于地底的遗迹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旧王城居尔的遗址。随着越来越多的线索被发现，旅行者可以逐步拼凑起这个古老遗迹中尘封已久的历史与故事。作为关卡设计师，我们还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在体验的过程中，玩家朋友们可以先完成世界任务黄金梦乡，并且接取新的世界任务比勒奇斯的哀歌之后，再来到这片区域进行探索。没错，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杰德和奔奔吗？作为黄金梦乡世界任务的后续，旅行者也将会与老朋友杰德再次展开冒险之旅。是的，在旅行者刚刚踏入新的区域时，除了远处的巨大龙卷之外，还会遇到一个沙漠游民的大型聚落，名为塔尼特露营地，
那么这里也将是这次故事开始的地方。整个故事将会围绕着寻找永恒绿洲展开。传说中赤王为了纪念花神，在某处建造了一个永恒静止的空间。最终旅行者与杰德能不能找到传说中的永恒绿洲，这片永恒绿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哎，这里就先留个悬念吧。另外在冒险的过程中，旅行者与杰德会遇到一个古老的魔瓶，随着冒险的推进，他身上的谜团也将逐步揭开，同时也会为我们讲述更多关于这个地方旧时代发生的一些故事。感觉是充满神秘感的一次旅行啊。沙漠与赤王的故事应该能够在这次旅途中进一步被发掘，或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我们吧。嗯，那就等待着大家亲自来揭晓了。希望这次沙漠探秘能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沉浸感，能够在一个舒适的节奏中体验这片充满了奇迹的区域。是的，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和各位旅行者们一起踏入下一片崭新的天地。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又是一年海灯节，系统设计师小白，关卡设计师大力，预祝大家海灯节快乐。说到新版本，就得有丰富多彩的新活动等待大家来体验。不过嘛，3.4 版本大家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海灯节。大力，你先来和大家聊聊海灯节的新故事吧。好嘞。在这次海灯节新篇章中，除了与离月老友来个重逢，大家或许还会巧遇来自异国的惊喜嘉宾，一起举办个欢乐音乐节。这其中嘛，既有追寻传说的大音乐家，也有那循着歌声而来的小吟游诗人。此外还有一点可以提前分享给大家，在探索音乐的旅途中也会发现许多久远的历史，大家可以和甘雨一起听流云借风真君娓娓道来尘封已久的往事。欲知详情如何，就请大家亲自去体验吧。听起来这次的剧情内容确实很值得期待呢。那除了海灯节的新故事，再来给我们讲讲新的活动玩法吧。好呀，虽然大家对海灯节已经是熟门熟路了，不过我们也希望在熟悉而又喜庆的节日气氛中能够给大家更多不同的体验。那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活动里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玩法，它所展现的是离月一项传统技术指应戏。既然说是戏，那就会有演员和幕布，他们全都是由纸制作而成，在熟练的手艺人指挥下上映一出又一出精彩的好戏。这种演出形式也深受离月人民的喜爱。离月文化历久弥新，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体验呢。这一次大家也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这项十分有趣的技艺了。演出开始后，大家可以移动未被锁定的纸幕，从而改变演员的行进路径，绕开路上的陷阱，引导演员走向指定目标，让戏剧进行下去。在行进途中还有很多有妙用的机关可以用来控制舞台，如果旅行者在尝试过程中陷入了困境，也可以借助老艺人的帮助大大简化演出难度。希望通过我们设计的玩法，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指应戏的魅力。哎，那么除了指应戏，我们也在海灯节期间筹备了许多其他活动，跑酷游戏光焰导月就是其中一项。除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竞速和吃金币玩法，在赛道里我们还加入了烟花的元素。挑战中旅行者们可以拾取光焰加护，从而获得特技光焰突进，
释放特技时化身一道烟花冲破障碍，向前迅速冲刺，并且直接获得附近所有金币。而赛道中的烟花果实可以借助烟花的力量把旅行者送上高空，一边欣赏着漫天的烟花，一边奋力向前吧。那这还挺浪漫的呢。那可不，旅行者们还可以选择单机或者联机来尝试另一项航行挑战。那么这一次，在每一个关卡内会出现更复杂的海域环境，可以说是危险与机遇并存。比如，需要通过观察烟花色彩来解开灯谜的浮灯迷分关卡。当做出正确的选择时才能获得金币，否则浪船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除此之外，也别忘了在海灯节期间参与战斗挑战，清扫魔物哦。希望今年的海灯节大家也可以玩得开心。除了参与活动可获得的原石等材料奖励之外，在大家将节庆热度提升至一定程度后，即可从九位璃月四星角色中邀请任意一位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这其中也包含了我们的新伙伴瑶瑶，大家不要错过哦。累积登录活动富贵登门也会在海灯节期间开放，旅行者们可以领取包括最多十枚纠缠之源在内的奖励。同时，为了感谢旅行者们在过去一年里的支持，我们还将通过游戏内邮件的方式为旅行者们再次奉上三枚纠缠之源。那么有关璃月与海灯节的部分就先介绍到这里了，接下来其他的主题活动就交给小白了。好嘞，那就让我们先从一场激烈的斗虫大赛开始讲起吧。在璃月人民欢度佳节的时候，远在道期的一斗也没闲着，组织起了一场荒龙极意堂堂斗虫大试合。不知道旅行者们想不想也来试试看呢？斗虫啊，可以说是一项十分需要技巧的项目。面对体型各异、能力强大的对手，如果不能灵活应变，就无法胜出。鬼斗虫可以消耗体力向前突进，或是向后移动闪避招式，而长按蓄力后，鬼斗虫则可以突进攻击对手，造成伤害。如果蓄力突进至恰好抵达对手的位置，则会释放重击刺挑，造成更高的伤害。多多利用这个技巧击败对手吧。但要注意，如果两只鬼斗虫同时发起攻击，我方会被撞倒，也无法造成伤害。因此，掌握好蓄力的时机、进度，必要时回避锋芒，才能在这场斗虫大赛中胜出。虽然听上去是一场很孩子气的较量，不过想到是一斗操办的，倒也正常。但旅行者们也别小看了这些对手哟。是啊，斗虫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呢。与此同时呢，一场由射凤行举办的演武比试也将在道期展开。对阵过程中，旅行者将不使用元素力，通过格挡和释放剑技来进行战斗。把握时机，在对手进攻瞬间释放格挡，即可完全减免受到的伤害，重置格挡冷却时间，并积攒锐气。而当旅行者攻击命中对手，以及随着时间推进，也都会提升锐气值，攒满后即可释放剑技。而对手也会在一些情况下施展出极少使用但威力强大的奥义，旅行者们也要注意观察场上的局势哦。除了正赛，好友神里林华还将穿着特殊的华服登上表演赛的舞台，与一位特别的使者展开激斗。届时，旅行者也可以欣赏到林华施展剑道时的风采，大家可不要错过哟。这套衣装也会出现在 3.4 版本更新后的游戏商城内，并享受限时折扣哦。此外，配对挑战活动蔷薇再开时也会在 3.4 版本中限时开放。在这次的挑战中，旅行者们需要编成三支队伍，连续进行三轮战斗。本次挑战的编队过程中存在连锁位置的机制，配置在连锁位置的角色会在多个轮次中登场，并且还会获得增益效果。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本次挑战活动也会提供试用角色，帮助大家扩充配对选择。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的活动中完成所有关卡并达成评分目标，即可免费获得丽莎的新衣装夜影芳名，还请大家多多参与活动吧。有关两套新衣装的详情信息，官方也会在后续发布更为详细的说明，旅行者们可以关注一下哦。对了，关于七圣召唤，我们也有新的情报带给大家。在 3.4 版本中将会限时开启热斗模式，而且在后续的版本中也将定期开放，每一期都将启用一个特殊的规则，
这些规则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与常规玩法完全不同的牌局体验。那么我们 3.4 版本中启用的特殊规则将会是跳过元素头投掷阶段直接获得八个万能元素，嘿嘿，这下牌局恐怕会变得更加激烈了吧。八个万能元素，这么刺激，要不咱先来一局搞起啊。不，还是先给大家分享完情报吧。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活动玩法，那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在 3.4 版本期间大家通过参与活动可以拿到的所有活动奖励。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提出的宝贵建议。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制作更好玩的活动献给旅行者们，希望旅行者们能够享受 3.4 版本的新活动，从中获得更多乐趣，还有更多奖励。欢迎大家回来。哎，那么今天啊，我还有两则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首先，许多旅行者一直期待的原神角色主题音乐《闪耀的群星》即将迎来第三张专辑啦，《闪耀的群星三》将收录26首由 Hoyo Mix 音乐团队为原神游戏角色创作的原声音乐，大家所熟悉的伊斗、林人、妮露、纳西达等诸多角色的 PV 音乐和角色演示音乐都将收录在这张专辑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专辑预告吧。
在海灯节到来之际，我们还为此策划了一个全新的项目——流光拾遗之旅。这一次，我们的创作团队寻访了多位非遗传人，尝试用现实里的记忆来还原璃月的仙家传说与市井生活。现实中的非遗记忆经历世代相传，源于民间智慧与对美的追求，而原生中的璃月地区，既有藏在奇峰峭壁之间的仙人洞府，也有繁华街市与闲逸乡野构成的烟火城市。我们将用精巧的记忆来定格这些意韵悠长的旅途瞬间。丝竹声声声入耳，处处迷人处处新。又是一年海灯节，希望在过去的一年里，大家都在提瓦特大陆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那在璃月张灯结彩的同时呢，我们也即将迎来2023年的农历新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我想和原神项目组一起向所有的玩家朋友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和祝福。是的，非常感谢各位旅行者一直以来的陪伴和参与，让发生在提瓦特大陆上的故事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元，越来越扣人心弦。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享受接下来的旅途。接下来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大家提供更超乎想象的冒险舞台，让每个玩家都能在提瓦特世界的探索中找到独有的乐趣。在新的一年里，希望旅行者们不管在游戏里还是在生活中，都能收获更多的感动和惊喜。也感谢大家对原神的讨论和宝贵建议，这种共同的热爱和关注是推动我们不断完善和创新的动力。我们也会继续用更多精彩有趣的活动为大家提供丰富多彩的冒险体验。也很感谢项目组的同学们这一年的辛勤付出。当然，如果只依靠我们的项目组同学是没有办法真正完成原神的，它是我们和玩家朋友们共同创作的作品。我们一起在提瓦特大陆上结交有趣的同伴，经历非凡的冒险，分享点滴的热爱、欢乐和感动。正因为有你们，原神才能成为一款真正美好的产品。谢谢你们。那在这里，我们共同祝愿各位旅行者们海灯节快乐，也祝各位玩家朋友们新年快乐。